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11月9日，咁啊，郁敏踢爆咧就第294集。今日咧要繼續即係延續琴日嗰個話題啦。咁啊，琴日咧就即係提到咧，呢個泛民主派咧就寫咗封信俾呢一個建制派嘅議員啦，俾寫俾佢個班長，寫俾廖長江啊，就表達呢個釋放善意啦，所謂係嘛？咁啊，準備休戰啊，求和啊。咁啊，琴日我評論咗啦。咁啊，琴日喺立法會即係開呢個大會嘅時候咧，佢哋進行咁嘅。仲進行緊嘅議事程序咧，就係呢個施政報告致謝動議啊！每位議員咧係可以就幾個方面咧加埋係講講30分鐘嘅，講半個鐘頭嘅。咁好多時咧就有啲議員咧就因應啊嗰個即係範圍啊，咁啊每個範圍講10分鐘或者講8分鐘，咁佢哋自己去做一個即係安排啦，係咪？咁我記得我喺議會嘅時候咧，呢、這、一個所謂致謝報告動議咧，我哋梗係投反對票啦。咁喺發言嘅時候咧，我就通常啊，即係佢係有2日嘅時間俾你講嘅啊，就即係加埋都即係佢計好個數目，就係話當你69個人每人講30分鐘咁，照成幾多時間咁啊，有足夠時間俾你講嘅，係咪？咁當然啦，泛民主派咧，佢要拉布咧，咁佢應該每個人都要講足30分鐘，係咪？咁但係建制派嗰40人咧，佢就未必會講足。即係第一就未必會人人講，係嘛？或者就算個人人講都好咧，佢未必每個人講足30分鐘，係嘛？因為你拉布啊嘛，咁我做咩要同你配合啫？嗱，過去呢個經驗就係咁樣嘅嚇。咁通常咧，去到施政報告致謝動議呢個部分咧，就未必會出現呢個拉布嘅現象啊。咁好啦，你求和寫咗封信之後啊，真係釋放善意喎。琴日真係好平靜喎，除咗1-2個人點下人數係嘛？譬如陳志全咁。佢點人數，咁點咗2次，咁就陳志全仲要解釋，建制派食飯嘅時候，我哋都冇點人數嘅，咁已經好 friend 嘅咯喎，講到係咪？咁好啦，而家其實成個即係拉布就破局，但係建制派會唔會吃你呢一套咧？你估係咪？你求和啊嘛，係咪？咁係咪議事規則佢哋就唔會提出修改咧？係咪？咁仲有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仲要喺議事規則委員會傾咗先，然後先拎嚟大會去即係討論，然後表決噶嘛？同埋修改咩範圍咧？係咪？咁你夾硬嚟，咁就即係大佬眾目睽睽，大家會睇到。咁啊好啦，有好多人對議事規則，譬如一般嘅民眾唔熟悉嘅，咁佢要害嘅地方喺邊度？你泛民主派咪要利用嗰個辯論去解釋俾香港人聽，或者嗰啲選民聽？修改議事規則要害的地方在哪裡？為什麼要修改議事規則？修改議事規則哪些部分？修改的目的是為了限制拉布，還是限制議員那個，就是發表意見的自由？那這些都要拿出來說，要很專業的，大哥。你現在連拉布你都放棄了，等於人家都一樣搞你的嘛，是吧？所以呢，就是你現在看到就是說，你抵抗2個禮拜，你為了抵抗修改議事規則，你的講法是抵抗修改議事規則，甚至乎是有些講法就是我要即抗議這個一地兩檢的這個無約束力的決議案，政府提出的 OK， 要立法會的議員做橡皮圖章，是吧？但是有些講就我要抵抗修改議事規則，跟住我要提30條這個即修改議事規則的修正案，是吧？然後這樣就可以拉布了。咁之前咧就針對呢個一地兩檢咧就不斷響鐘，係嘛？跟住朱凱廸又提出一個好有爭議性嘅，即係議事規則18(1)(1)，啊，即係要求驅逐公眾人士同埋呢個即係新聞界離開呢個會議場地，咁跟住就俾人炮轟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大家都知道佢目的就係想拉布啫，不過就真係不得其法，但係有啲人就當佢英雄，係嘛？咁啊唔講啦，係咪？有些甚至乎報紙講到，明報話呢一個朱凱廸咧就係呢個重炮手啊，抵抗一地兩檢嘅其中一位重炮手啊，全日未見喺會議廳度。嗱，你睇下琴日喺立法會會議嘅情況，除咗行禮如有1-2個人喺度點下人數之外，根本就平靜冇嘢。咁啊～
要講嘢就呢個所謂致謝動議繼續講嘢嘅人就講嘢，咁就係咁啦。咁好啦，你泛民即係休戰，咁啊議會啊出現一個短暫嘅平靜啦，係咪？咁但係你達到啲咩目的咧？請問釋放善意之後，人哋有冇接受你啲善意，然後作出一個相關即係嚇？適度的回應告訴你，嗱，議事規則那裡可能我們就即不搞住了，什麼什麼，有沒有這樣的答覆？沒有。所以我就認為你這種優戰只會令到這個建制派繼續囂張，甚至政府都是。即是說到這裡，即我作為一個即做了八年立法會議員的人，還有我對議事規則呢都算是一個即是、非常熟悉嘅議員係嘛？我想即係警告呢一班所謂非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你哋真係愧對選民。你做咗啲咩功課咧？我想問一下泛民喺議事規則委員會嘅嗰幾位委員，你究竟每次開呢個閉門會議係咁議到一度係嘛？或者就一啲相關議題討論嘅時候，你講過幾多次嘢咧？嗱，因為呢個係閉門會議，公眾係睇唔到嘅，係嘛？你就一啲相關嘅議題，過去呢一年啊年幾喺議事規則都會攞出嚟討論嘅，包括而家建制派想提出話啊，即係呈請書嘅門檻要提高啦，啊降低呢個全體委員會嘅法定人數嘅門檻啦，咁等等係嘛？呢啲即係喂你做咗啲咩嘢咧？而家佢要即係阻止拉布。對付呢個所謂法定人數呢一個要害嘅呢一個部分，過去講咗好多噶啦。因為基本法係寫得好清楚，全體議員嘅半數，你除非修改基本法。於是佢哋就喺譬如話啊，當呢個大會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嘅時候，嗰個法定人數可唔可以唔同大會咧？咁喺度度呢啲啊嘛。咁之前我喺議事規則委員會，我全部反對嘅，唔係我哋反對全部有理據嘅。我看不到有任何一位民主派的議員去說這些事嘛，大佬，公眾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麼，那你天天在拉布，那人家就覺得你很無謂咯，那你發覺市民覺得你很無謂，很無謂，接著你就休戰了，那你是不是視人以弱呢？喂，真的得我可以督爆他們的全香港，現在說就說，說做節目，是吧？其他嗰啲咁嘅即係親泛民嗰啲，喺度趌我添啦，話我好趌佢哋啦，又話我而家怨婦啦，黐線嘅你都怨咩婦啫？我又冇想去再選，老實講，我要去再選九龍西有兩次機會，我勝算係100%，我而家話俾你聽。不過我唔會去選，係咪？我講過嘅嘢，我哋要信守承諾嘅，你唔使驚，係咪？你睇，如果你攤開講開又講，你九西有啲咩人去選咧？民主派袁海文咁，我去選，我輸俾佢咩？是不是先？即係呢啲嘢唔講啦，係咪？喂，你俾一啲專業嘅水平俾大家睇下先得。呢班議員大佬，喂，你呢一個鬥爭，你自己放棄你嘅武器，你應該係完善呢個武器，拉布呢個武器，而唔係去放棄呢個武器啊嘛。你話你釋出善意，咁要對方回應，對方個回應係咩啊？而家坐你咯，傻嘅係，咪拉布咯，你繼續咁啊？即係講到尾就係話，建制派就唔會喺呢個議事規則啊嗰個修訂嗰度退讓噶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而且仲會更加囂張。之前我哋都批判過呢個郭佩凡、蔣麗雲、何君瑤呢班咁嘅賤人，真係報差館。即係呢個曾鈺成仲講到好無奈，佢話好痛心。唉，即係呢個議會秩序冇辦法維持，嗰啲議員要報警啊，希望幫手維持議會秩序，咁佢都覺得可以理解。喂，你真係要講粗口啦，你老尾真係。喂，大佬啊，你議會秩序有議事規則，有主席係咪？入邊有保安，你老尾你真係報差館，要叫差館嚟幫你維持議會嘅秩序，然後你一班泛民唔出聲，仲要寫封信俾建制派求和，咁呢班係咪全部都冚家產嚟嘅咧？真係。我真係火火地，真係想唔敢粗魯都唔得，成班都賤人，你係有愧於香港投票俾你嗰啲選民，成班都係垃圾。